明星们向来喜欢花式秀恩爱，虐死单身狗。7月31号下午，网上就爆出了海璐和于晓彤这对小情侣的街头接吻照。两个人打扮低调，戴着棒球帽，挽着胳膊，搂着腰，边喝椰汁边扫货，一人一副居家的模样。这7岁年龄差，再加上最萌身高差，小编在此只想提醒单身狗一句：前方高能预警，非战斗人员请速速撤离。不过网友们也被虐习惯了，坐等小情侣放大招。其实早在今年3月，这对姐弟恋就被曝光。因新《还珠格格》被大家所认识的海璐是个80后，而《新红楼梦》里饰演小宝玉的于晓彤是1994年的小鲜肉。虽然近10岁的年龄差使恋情不怎么被外界看好，但两个人从不避嫌，大大方方的认拍认八卦，真是坚持用事实说话的好少年。小编也来点个赞，娱乐圈什么时候也拿年龄说事了？恩爱就是拿来秀的。某个老新闻，年龄差、身高差都是萌萌哒报道。